澎湖区域会结合县政府社会处提供三箱1750颗新鲜的猪肉水饺，赠给光明社区关怀据点共餐活动。水饺的馅料使用新鲜的石斑鱼鱼浆，加上猪肉馅制造而成，一颗一颗大而饱满，鲜嫩多汁，而且口感十足，每位长辈们都露出了幸福的滋味。社会处长桂祥成也表示，光荣里里长陈黄淑媛以及县政府社会福利科长薛佳音也特地来到现场，与长辈们一起共餐。长辈们是吃在嘴里，温暖在心里。妇女会他们对我们老人家非常的好，他也是说，鱼会嘛，这个澎湖在地的这个最新鲜的这个鱼货哈，把他们就是做这个鲜鱼肉的这个水饺，然后呢捐给我们这个光明里这样子。那之前有在好像是不是所长社区啊，之前也有捐过一次这个一些鱼货啦，给我们老人去点加菜，非常感谢鱼会，谢谢。不够再见吗？其实他们也是在用手抓就好了，在研发啦，就是鱼会算是这个研发新的产品这样子。还没有。上次是那个海鲜，上次是对味白带鱼。炸白带鱼，然后有带海鲜，那这次是他们研发的水饺，就拿来大家来尝鲜看大家老人家反应好不好。社会处长桂祥成也表示，澎湖区域会为了提升银发族饮食健康，精选鲜鱼和猪肉，制作增加食欲以及营养的水饺，让银发族的长辈吃得开心又健康。对于区域会的爱心，再次表示感谢。怎么样？很好吃，它跟一般水饺怎么不一样？它好像比较软，不会那么硬。哦，比较软啊。它对老人家比较好。有哈。你好吃吗？会腥吗？不会，没有鱼腥味。因为我很喜欢吃鱼。政府对照顾老人做得很好。很关心老人，味道怎么样？这水饺，比一般的水饺好吃。一到五都来吗？对，啊，早上都来，啊，到中午是不是？就是吃完餐之后就回家。吃完餐还要打扫整理碗筷，啊，拖地，啊，一两点才回家。就是环境大家一起维护就对了。好。光明里长陈黄淑媛也特别准备了酸辣汤以及特制的小黄瓜酱料配水饺，除此也让吃素的长辈准备了芋头咸粥，大伙一起吃午餐话家常，相当的开心。营养师，营养师，那是哪个？这里光明里，光明里，光明里。其实吃素会比较没有影响，要补充嘛，要补充什么？有那种。安心的，喝的，那其实也不要说吃的很纯素，就是说有时候吃一些蛋哈，蛋可以吃吗？蛋可以，但是它上面这个颜色，这样的，蛋怎么样？你吃什么？那种茶碗蒸，你知道吗？蒸蛋。蒸蛋，蒸的那个蛋，那放一些秋葵在上面，那个其实。社会处也表示，以社区总体营造方式落实活络社区、亲近民众，透过志工服务热忱，结合在地人提供在地服务，以贴近民众生活，提供长辈们可以就近取得服务，达到在地安老的目标。记者王海龙报道。